지금 버전에서 탑 챔피언이 그렇게 다양하지가 않아가지고 제 생각에 충분히 나올 만한 것 같아요. 제 생각에 이번 버전이라서 딱히 더 특별한 장점은 없고 어느 버전이든 간에 다 잘할 수 있는 게 저희 팀의 장점인 것 같아요. 明天对阵可汗秀的话，我觉得他们的支援是比较快的，因为中路独行臂选手比较爱支援，他可能就是随时都能来搞我的那种，我要多要小心他的中单。天使还是稍微有点僵，哦呦，这波被扫的好痛啊！盾 A 一下，去做。但是我们看卡萨这个位置，天使有没有机会抓一下 ？F 六的眼位是不是给汉子哥一个错觉？汉子哥这边感觉要死了，烟雾弹跟上 A 一下，后面有个 TP， 哎，这两个人没有沟通好，林大哥感觉要被卖了，全是兵，哎呦，这兵太多了。那的话，三六九也是被加里奥一技能撞起来。W 技能朗护盾被挡了一下 ，W 挡住前面一个一技能往前冲，硬币哥这边还在粘，看一下小天能不能给到一个腐蚀的一个闪现，闪现给补，那还是小走掉走不掉了呀，被一技能撞起以后，小天顺利拿下人头，下路也打起来，看到的是预言家先被集火，血量很低，剩200点，交了一个闪现。这把方 plus 一个上路的支援，哎，勾到了一个杰克拉，我但是这边被反刷了一下。反手定了一下杰克拉跟预言家两个人，是，但是追到塔前伤害就差那么一丝丝。W 打完 B 闪以后，感觉应该是很难杀，说实话这一波，因为小兵来了，南湘这个英雄在兵里面，包括在塔下太容易被。那这波逃不得三上野给炸了，哇、哦，这波 Q 还要来，但三六自己的血量太低了，被塔打了两下，汉哥三下，哇，那这个双 buff 转移，是的。看这一波，汉子哥在塔下先吸收到塔的仇恨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这就有点不太应该。不能吃这堆兵了，对吧？对，下一波 Q 一你就得死。哎，下路预言家没闪现的，看看这波有没有机会带走。但余震减速到反手勾了一下，南湘在后面，预言家能拖住吗？感觉拖不太住了。卡萨在这个草丛里面好像不太敢上了，我闪现技能，但是我有闪现，这一勾没有中。那这波反而放不烂的三个人有点危险，双 buff 的 Knight 赶过来，但是加里奥也在往下路靠，加里奥是有六级的，是这波不敢上。滔搏的卡萨跟 Knight 中野最近决定撤退了，毕竟 Win 币是随时可以在支援的，还是要放了。我觉得大卫有没有可能会安全线会留给天使，天使直接换去下路，是一个哦。想打想进汉子哥，拱起来一勾，但是这边奥拉夫有一个大招，我天，三六九，点了一个灯笼，应该是再加一个 E 技能。撑了一会儿，是，而且硬币哥也是刚刚在往上翻。哎，小天没大招的，这波有危险啊！有点贪，赶过来能不能来得及？加里奥给一个大，加里奥过来了，这波看要继续进攻，塔下的一个卡萨血量已经很危机了，给了一口治疗，上面想要直接嘲讽，嘲讽住了卡萨，看到这个血量应该是被被动直接一拳 A 死，天使的大招，保护住了小天，一失血，这边过来三六九吃到一个钩子，反手刘青松这边也是被预言家给勾到，看一下后续，看你是直接交闪贴到三六九的脸上想杀，又是一个杜兰护盾撞不到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感觉都不好走，天使补上了一发 Q， 直接送掉了预言家，但是飞机一炮双响，还有机会，灵光弹直接炸死两个人，还有火箭轰炸，再一下平 A 就是三杀。对面左扭右扭，没有扭掉关键的 R 技能，那闪收获一个三杀，那一个四杠零的飞机，对于 Formula 来说，中期的压力就有点大了，是。太极限了这一波。原本上路这一波的进攻其实是 Formula 的大旗，很赚。但是感觉后面包括汉子哥那个闪现，包括后面加里奥的闪现，就有点太贪了吧，我觉得。就没有人在管 Knight 一直在点。这个时候感觉可以溜了，然后汉子哥闪现过来，然后包括加里奥又是一个闪现。虽然杀掉这两个人，但是这飞机太爽了呀！
对，但这一波的话，方帕斯这边天使也是收掉了两个人头嘛，嗯，就两边的一个大后期的保证都是有一个经济入账的。对，不过天使这个大人头也是被 Net 拿下，节奏还是很舒服。对，再次碰到一个小龙，那这样的话，20分钟出头的一个要出龙魂了感觉。如果第三条龙没有太大意外的话，哎，看一下真面照阳了，360没闪现的杜玉碧，但是小天在后面，这三个人没有加一下，一个一技能往右拉。滔搏这个阵容留人能力比较差，其实看得过去。后来想抓减速刀，直接给大交一个闪现，但那边有一个羊撞一下对方的野捕，刘青龙顶了一下飞机杀妖猫赶过来，这波不好接，方不拉的赶紧往后拉，刘青龙被打了一套，一半的血挂出来了，有一个削弱钩子没勾到，开启一个死亡秒表，闪现还没有好，那这边刘青龙直接被骗了一个钩子，想利用中路的兵线做一个牵扯，勾到毒硬币被拉到了垂死的亡灵女里面，在这波反手一个秒表来躲嘲讽，后续再给一个大招，对比也是开启了自己的一个表球，一技能往后拉开，两边互相试探，都其实都是想要在正式打龙之前看能不能先减员对方一个。而且刚刚这个秒表应该是躲掉了厄斐琉斯的大招，勾到了，这边给一个大招，锤石直接被秒掉。方木拉这波打得非常的不错，利用对方大招比较少的一个情况，用一个W 技能控了一下对方的男枪。是，而且刚刚旁边天使在偷点 Jackie Love 的一个女枪，涛博有没有机会去把中塔点掉？涛博这个位置感觉不是要往兵线，他们想打团闪现给 Q。刘青龙这个位置有点脱节，被撞了起来。刘青龙哎，有个天使的大招，加里奥的嘲讽的非常的漂亮。哦，已经被秒了。奈德这边是一个大人头，能不能活下来？奈德这边被杀两下，奈德倒地。这波涛博有点太冲动了，因为他们大招啊，打成3-2的一个阵型，有两个人，刘青松跟绿碧在。左侧，然后他们选择天使的大招呀，天使的大招太关键了，而且还加里奥的嘲讽，嗯，我是感觉他们可能是低估了这边方派的又打起来了，林伟翔被勾了，这一波是个，就感觉方派这边容错率会更高一点，有一个天使的大和加里奥的大，主要方派的反手太厉害了，这边控 JK 拉沃，这个拉沃这边还有个治疗的人被锤了起来，下路两个人直接被秒掉，林碧嘲讽了一下对方的一个上野，林碧哥这波大招放得太漂亮了，两个击飞加上完全卡开了滔博另外的队员，369根本给不到正面，杜朗护盾嘲讽到后面来一个追击，减速到了，这感觉要被碾死了，天使已经进到输出范围，林伟翔在远方利用通臂一个的一个绕后位置，滔博很小心回头看到，但是风龙已经是被方博亚奇压到了一个斩杀线了，羊叫出来直接叫羊，哎，男枪抢到了这个小龙，是奥拉夫已经吃掉了大招，但是伊比哥这边进场稍微多一点，技能飞机被秒掉了，飞机秒了，正面加看起来的控制也是控制住了，辅助预言家是找在林伟翔的一个手下，后面再一个辅助解除到了卡塔，快速方向往后拉，但是开先砍下了369过来，三两下杰克勒姆瞬间被融化到了团战的一个正中心，剩下卡塔，这波滔博可以不追人直接打大龙了呀，大龙应该有了，方普拉斯可以打大龙，滔博就很难守，虽然现在打野还活着，哎，卡塔这边看到一个落单的，是可以把这波应该吃掉了，对，刘林的这一勾正好勾到 Net， 然后再加一个大龙打得很赚，虽然是丢掉这条小龙，但其实风龙魂现在也不是特别急着拿，对，大龙拿下才是最关键的，哇，这个加里奥嘲讽太关键了，闪现勾就是其实杀其他人啊我觉得都可以接受，杀飞机最肥的嘛，杀飞机打不了，哇，后面小天闪现减速，然后刘青松又一勾到了 JK 了，一换三，现在对369人他说他清这两个炮车都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他清不到，转点上来，方 plus 的第一条男爵也是稳稳的先收内塔的一个防御塔的一个经济。哦呦，这波369大招感觉负责不开了。想跟 JK 的维鲁斯是同样的讨论话题。哎，天使这个位置，哎，天使关键人，打到没闪现，也没闪现，开始这边比上换一个，哦呦，换掉了。哇，汉子哥1v3情况下换掉了，但是这边飞机也是活一个大人头，所以这边还想追，挂了个虚弱给预言家，后续两边的兄弟都在往战场上赶，但刘青松勾来了，预言家应该是要死了，是这波被勾到了，虽然塔也得掉，外边已经开始打大龙了，方普拉斯逼你做一个决策，你到底是要守大龙还是下路的一个高地，当然 Night 这波是有 TP， 正面现在暂时一个4-4的一个局面，大龙血量已经被利用折进，林伟翔压到大龙血量2000多点，马上正斩杀线，大龙45血没有抢到卡萨，但顺利的上到龙坑，这边在留人，伊利哥这波吃了一整波的伤害，金身开起来，但小天的血量也很危机，剩下一丝血，这波方普拉斯血量太低了，得撤一下，但是天使这边在跟 Net 互打，更没有办法把自己团战一波的一个进攻打出来，
感觉 FunPlus 现在只需要依靠兵线来磨防御塔跟水晶就可以了。哇，闪现勾出 Knight 的一个闪现，哎，闪现直接锤了，但直接被秒掉。汉哥这边还有大招的，好，拉夫进场，加里奥坐下来，这边也是预言家倒地，一个 MF 的大招好像有点乏力，泰坦大招配合天使的输出直接秒掉了 MF， 汉哥已经杀疯了，天使直接给自己大招对到了门牙塔中间。当林伟翔斩杀掉了卡萨的时候，团灭了。好，三六九还活着，抱歉，三六九在中路，但是正面已经没有任何输出点可以来限制方布拉斯。我们要恭喜方布拉斯在第二局追回一分，两边战成1-1 ，BO5 进入到 BO3。